19号议会第八届第八次临时会开议，由议长洪银典担任主席主持会议。主席议员16席，主席议员16席，以达法定开会而数，请主席宣布开会。现在会议开始啊。我们也一直来啊，看一整季。而这回的临时会从19号开到23号，总共是5天，因此议案读会会审查通过县府提案25案，还有议员提案1案。